现在先来看，有一名在泰国经商的德国地产大亨，上个星期突然人间蒸发，警方循线追查到他两个朋友的住处，赫然在冷冻柜里面发现了被分尸的遗体，而两名涉嫌重大的德国人已经被警方逮捕。 泰国警方在这只白色大冰柜中翻出疑似作案的电锯等工具，并且发现惨遭分尸的麦克，确定这位德国籍地产大亨在离奇失踪一个星期之后已经被杀害。现年六十二岁的麦克，几年前移居泰国巴达雅，他在四号出门参加商务会议后音讯全无。他的妻子当晚收到丈夫的简讯，发觉有异，立刻报警。六天后，警方在巴达雅一栋公寓外的停车场发现麦克的宾士轿车，怀疑车内有疑似用漂白剂消。 灭迹证的痕迹，后来又追踪到一辆载有冰柜的可疑黑色皮卡车，终于循线找到这处出租民宅，查获麦克遗体。法医初步研判，麦克死前曾遭硬物重击，受到重伤。警方调查发现，承租这处民宅的是两名麦克的德国籍友人，而且已经租了三个月。目前最新发展是，这两人已经被捕。警方同时不排除有其他泰国人涉案。另外，警方也发现麦克的账户有大笔资金流失，推测可能 与这起分尸案有关，仍在深入追查当中。《公司新闻》曾会明编译。